任何功我发现任何功都可以放到这套拳里面，啊，那你说我今天要练什么？我今天做啊，我就要练一个刚才讲的这个起落，是不是？我只要练这个起落可以，这套拳你今天练这套拳，你就练这个东西，啊，任何一个小功都可以放到这套拳里面练，所以这套拳。 相当好，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走一遍。